power。好，那就开始北京周赛170风铃 vs Moon。Moon 使用是神威 Core and Power， 然后风铃使用是 Joker。Moon 说这个神威不太打 Joker， 但这个他的梦想而已，没问题。然后风铃是他是应该是第一次参赛我们的北京比赛的，对，希望他的表现。然后现在他们打的时候几乎没有问题。然后 OK 空后没中，哇哦哦哦，哈哈哈哈，所有的攻击都没有成功。这个空后，但是他直接可以下 B 来单身抓住红前。哦哦哦，这个 Moon 的前刚才的 F 三，哦，今天怎么回事？今天是月亮还没出来啊？啊，这个真的是 Moon 最近他的水平真的比以前好了多，对。但是现在小风铃有机会了。哦哦，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木的一个战略，他说啊，行为不好，行为不好，然后就结果是，我已经知道怎么对策了。哦，这个再来一样的，我已经打分析好了。他不是龙象高手吗？怎么变成了龙毛高手？好，现在风铃，但是现在没有压线的话，这个状态很难解释，估计要攒回城或者 F 四马士。对，这个风铃的这个 F 是非常漂亮，他已经知道对手在哪儿。现在刚才我看到还是 F 四，好，这个不好撞。有亚森的状态，容易翻盘，容易翻。OK。哎，别，确实还可以，还可以吗？哦哦，没掉了吧？啊，哦。是，我们也有，现在有，就是如果第三。好，这个有牙森快出来，这个有点注意。然后风铃空前成功之后，先还币，但是这个有点。哦，直接。好，牙森有点过了。对，刚才是好，力量太大了，但是。这个是 Joker 的发疯的干蛋，炸！我又来了 F 三，今天第二次、第三次还是 F 三 ，F 三，啊！啊！没反应过来。现在不能着急了，着急了、哦。还有跳，还有跳，不错，但是可以的，但是走。现在空下，对，周分很危险。啊！第三次来喽！这是 James Marsh， 这个会吗？第三个全部 James Marsh， 这个不是这样的游戏啊！好，现在1-0，1-0 Moon。对 ，BO 三。Dream， 看来现在木太激动了。That thing where it becomes best of five if it gets tied up. Yeah. Alright, try to get it. We've already spent an hour. Think makes sense. Three, two, one.
开始了，一比零，然后 Moon 一阶是角色，大家都没有变化，小将强。小将强的话，刚才风铃差一点可以放盘，如果这个地图会不会早点击杀的机会？喜欢放 S， 对，感觉是木木变成了防 S 机器人。OK， 防 S 卖一件，卖一件，防 S， 防 S， 为什么啊？好，现在风铃有压身，但是这个有点。完毕，红红红，哎，跟手边还是，哦，现在不用了，感觉他已经利用韩 S 的习惯来迷惑对手了，来了，来，哦 ，MS， 哦，哦，韩 S， 我们后边的啊。哦，现在扣上封后，应该都会杀。对，哇，韩S的韩S也可以击杀了。对，别忘记风里也可以很好的韩S了。然后现在133的话，其实木来说击杀有点难，估计空中的风上韩S，真的韩S吗？他全部依赖韩 S， 已经第四次，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先离开这个主战场，但是能不能回来？可以回来。红 S 太选择太好了，就才瑞这么厉害，有什么意思吗？对，他只能是给玩家有。OK， 拱闪，哦，单身有单身，漂亮，这个单身漂亮，但是风铃有点注意，还有一个对手是韩 S 大王，所以就哇，这次是他是用上 S 了，这个是有点不一样，主意不错，但是就砸了一点点，对，然后 OK。好，现在木木也是，其实有没有压身的话，其实还有机会。但是风铃先可能非常冷静的处理对手，风闪，然后哦，哇，真的吗？真的吗？真的这样的？好 ，OK。但是风铃可以，对，现在他有二小命，所以就没必要那么矫情。对，他慢慢还有一个 Joker 的压身来了，就差不多。两个希望行业四家伙。红梅，然后。哦，这个漂亮，非常漂亮，风这个分动作，但是已经风铃准备了压身，所以就这个有点，哦，啊，太好的单身，然后，还是，这个是最后的希望的下臂没出来，没成功，然后。干什么？狙击抓手漂亮，这个漂亮，这个是木木之前一直不能做，现在可以能做了。但是啊，这个是这漂亮。OK， 1-1，特别激烈啊。为什么你搬呢？你是输了呀，对。
他是半老混血。角色是一样啊，好看看，地图是 IP2， 还是看来 Moon 可能需要比较大一点的空间，大一点的空间的话，他的可能含 S 的距离是不是会有帮助吗？不一定啊，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估计 Moon 来说有关系，对，我们没有感觉特别细一点。哇、哦，对，现在但是看来20多百分比的话，其实 Moon 的行为比较好一点，因为一个连招就开始非常好的连招的伤害。但是这次的风铃他使用的单身成功率比较高啊，72，有点注意啊，有点注意，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可惜，他要啊没跳了。这个 classic move，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 move， 他使用对回墙的时候他可能着急。好，那就看一下，但是这个是比赛。估计这一把以后，康 S 突然就破个锅后的康 S 就会变成我的另一个 classic move。classic move 应该不会吧？应该他还是他现在已经也看起来冷静一下。对这样的状态的话，其实风铃也是需要压制。可以。哦，这个漂亮，真的漂亮。哦，130，但是有压三，这个是最重一。再出来看。Aegon， 这怎么看？啊！漂亮的空前，这个是有点关键，能不能回来？没跳了，没跳了，这个有点比较大的优势是风铃，好，是不是能不能？红蝶，然后不会死，因为没有气，而且本力不够足。这个钱抢，他的行地没手。哦，龙枪高手。哦，这个漂亮。他已经知道回墙，他的回墙的那个位置。但是，哦，就先离开。但是啊，还是旧法，旧法是真的没有压线的时候，如果击杀很难。就这样的话，其实容易可以被判罚，所以请注意。风铃横臂，然后不必先伤害，然后离野再点红红来了啊！再点这个可以，但是我们能不能横臂 ？Oh no！ 有压身出来了啊！别多了看，这个是大乱斗里最强的反击攻击之一，别多了。但是，这个啊，这个是刚才是 no 抓住 no 抓住，还没死，但是哦，130，130，97，哦，这个选择是对，哦，这个是不是130？还有8，there。好。